们长辈们适合听的，因为前面两首华语歌，接下来想说唱一首比较轻松的华语歌曲，这个凤飞飞比较怀旧的歌曲，一首巧合送给大家，希望朋友会喜欢。那我们会唱的大姐可以一起唱吗？啊，大哥刚才给艾琳对两唱，但是你没有跟我一起好球哈，哎好球哦，哎好啊，搞不好也是这个卡拉 OK 的歌王哦，是吗？啊，不是哈、啊，好，来送给大家一首《巧合》，来希望朋友也会喜欢，还有感谢我们所有的同学们。Thank you.